哟，这不是我前男友吗？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？饭都吃不起了，还啃馒头。小妮，是你啊？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当然过得好啦！你看我现在穿金的、戴银的、吃香的、喝辣的，看看我这件衣服，知道多少钱吗？说出来呀，吓死你！不过你呀、啊，也太丢人了吧！幸好我当初踹了你。你说的对。果然是个没出息的男人，我啊还要去签一个合同，一个亿的项目，就不和你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罗总，罗总，你又出来收租了？哦，对了，那个厉总说他一会儿过来签合同，现在应该快到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哎呀，原来你就是新盛公司的老板啊！哎呀，怎么不早说啊？刚才都是误会。你看这合同，合同还是算了吧。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曾经的狠心，成就了现在的我。你记住，不要瞧不起任何人。有的人落魄只是暂时的，没有谁会穷一辈子，也没有谁会富一辈子。看透世俗，赢了自己才行的江湖。